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即将要做一件我们两个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，就是我们两个要一起去洗夫妻泰国浴。很害羞，因为在泰国浴算是他们的一个特色。对。我们两个也想了很久啊，因为我也很想尝试被女生洗澡的感觉是怎么样，所以我们就决定，好，我们一起来。如果我有感觉的话，我会找他直接处理。我们尽量拍啦，看能怎么拍。反正就是到时候你想怎样都可以，但是就是你自己搞清楚在干嘛就好。地陪很说得很直接，但我说的比较保守，因为碍于尺度的关系吧。想不到吧？为什么会跳到家里面的画面呢？是因为我们这个泰国浴吼，整个下来之后，我们太兴奋了。我觉得我们有些画面没拍到，有些分享没分享好，因为我们已经看过初剪了，我们想说补一点看到的样子。那我要先讲，我一进去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很香的味道，那个嗅觉，好香哦，真的是一群香香的美女。好香哦！你就会看到那个，就像它是这样子，它的沙发是这样，一座、两座、三座，一个 L 型这样子，好多。然后那个地陪会讲中文的那个人，他就说：“来，3000、3500、4000、4500、5000、5000以上哈。”然后我们就直接4500、4000的这边看。其实我有走到那个3000的那边，哎，我想要去看看，就是差别在哪里。然后我又在想说，为什么他们可以只有3000而已？然后我就看一看，然后原来这样子要3000哦，这样4000哦，这样5000哦。我就以外貌去分的话，那可能就是真的是年纪大一点的，年纪跟身材高矮胖瘦，反正5000以上的就有的比较玲珑勇致一点，3000的呢可能就比较我老实说，我对有点肉的比较有兴趣。我知道他一直在看那种肉肉的，对，就像你这样肉肉的。对，那后来当时你选不出来是为什么？我选不出来是因为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罪恶感，真的，这个必须要老实讲。你说我都已经愿意答应跟你一起去了，你还是有罪恶感。对，因为我内心的出发点是我们是去我们是去花钱的啦，反正我们就是去体验的。但我在内心呢，我会有一个好像要做坏事的感觉。了解。然后我就在那边选，那我到底是要选好看的呢，还是选我喜欢的呢？那最后呢，我挑到的那位438小姐，438，哎，你还记得号码哦？记得，438号小姐是4000块的，然后海丽的那个是5000块的，我记得我最后刷卡的金额是什么9224什么的。没有，你那个好像是4500，我是4500，我们两个都是4500，我们两个都是4500。然后，对，你到了之后，来，我跟大家讲，步骤就是选完小姐之后呢，小姐就会跟着你一起去柜台刷卡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就会有人问你说要不要喝点饮料。对，重点来咯，点饮料基本上你要帮小姐付钱，所以我们就点了自己的，也点了小姐的，然后帮他们付钱，然后我们就到了楼上，服务生送饮料来的时候记得给小费，他会跟你要小费，要看你要给50、100都可以。然后那边有这个文化，有这个文化，因为他是直接他送了我们说哎谢谢，他就说他没有小费哦，大家小费的部分要准备好。我觉得选小姐这个部分哦，选的时候他流动太快了。你这样看过去，然后你突然回过来，然后就有一些就不见了，因为人太多了。那个生意好到一个极致，就是里面的小姐可能不知道几百位吧，然后你就发现，看一看再回来，怎么不见了？会这样哦。所以当下呢，去呢就是要快很准，当下看到了，你觉得第一眼的美女，你第一眼就喜欢的，你就选那一个就对了。没错。那我在补充中的补充，就是我们离开之后呢，因为我遇到台湾人，应该是大学生，就大叫东仔，对，东仔这。如果你有看我频道的那几位弟弟们，没错，弟弟，你没看错，因为我们夫妻一起去洗泰国。对，弟弟，你去那个花钱找女生洗澡，我有看到哦，我有看到哦。你叫那么大声，我已经把你认出来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在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，跟我们结束后的心得，请继续看下去。Baby， 我们后面看到了吗？一个海报，我们就准备进入重要环节，待会全程用手机，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子，这样五
哇，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洗的地方，而且是一起洗。是啊。OK， 我们接下来要进行我们洗个澡，那个过程呢可能不方便拍摄，有漏点的问题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服务完呢再跟你们讲心得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刚刚夫妻俩算是坐了一个云霄飞车。我的第一个问是谁会洗女生，然后就有三个人举手，然后就一看扫射，就他了。三八。皮肤黑黑的应该是泰国当地大姐姐姐，她好会，好溜利啊，好滑，好舒服，连我都觉得好舒服啊。我大概懂男生为什么喜欢来，但女生就不会有情色的感觉。她对我的招式就是比如说像这种的啊，这样洗的啊，然后这样洗的啊，背的这样洗的。我也有啊，她也是这样洗我。对对对 对，就是很舒服。溜上来的时候我以为她会溜过头，他可能会从我后脑勺滑出去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是先趴着，然后在正面，然后因为我们两个人夫妻同时，所以我们是一个在浴缸在按摩这样子，指压在按摩。按摩的也很厉害。按摩的那个小姐是100号，本来是选来给海丽的，对。后来他们可能有做一个分配，就是洗澡的统一都是我这个438，按摩的就是那个100号。可是我觉得438比较会洗，它速度很快哦。咕噜噜噜噜，你身上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他很忙接水，然后他起那个泡泡浴的泡泡，一直在打那个泡泡，他整个人很忙，好难得的体验。他们就是话语中，我听到他们说是 YouTuber， 这样他们应该知道我们是 YouTuber， 因为我有带机器，当然我就没有拍刚刚的过程，因为我不管怎么拍都一定会穿帮，那我就分享给你们听就好了。他们也不能露脸，我们来呢是因为我们真的很好奇，所以我们就来洗。他们说夫妻的也有，可以同房，可以同房。结束之后，如果夫妻想要做行房的动作的话，两位姐姐都可以留下来陪你。在旁辅助，而且你的那个大姐，她是说她可以帮助你，她不是说我。对。那么 ，I can， 不动了。And you two 呢？我们啊不不不 ，I stand by here， I help you。OK， 但他是针对你在讲这一段话。有，但他们的意思是说，我可能第一次来害羞，我接下来下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我可能就开了。他给了这个建议，他看出你的担心害怕，对，不安全，他还很有心的，就是把你。That's okay， but then you need me， I here， you know， no need me。I'm outside， 他很专业，我有被他那个打动到，那个姐姐的真诚，他很认真的跟你讲解，让我有觉得哇，他让我很放心，我也很放心。如果你要跟他干嘛，我都完全放心。我还没跨出那一步，但我想应该下一次来就可以了。那你们一定还想要知道我有没有解决我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后来决定就是他们出去，然后我跟我的老婆解决我的需求跟他的需求。总之这次的体验很棒，我们两个刚刚有爱爱。我们被别人洗完，然后我们两个爱爱。我是要讲说，夫妻跟情侣可以一起来，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。你知道我就是直接这样子，我就是把那个很骨溜的那个感觉感受说出来，而且他很有成就感的感觉。对，你想要把我的话题转弯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一间我觉得好像值得特别介绍，它叫哈尼大澡堂，它下面有人会说中文。我这两个号码一定要点，海丽说我很会点，很专业。我们刚刚经历我们人生第一次的泰国浴，这里很方便的地方是出来呢，外面就有东西吃，这很像一个小夜市。还有那个 Big C 啊，可以买东西，可以逛的地方，在这边服务完、舒服完以后，可以到对面来吃吃喝喝。感觉它前面也有一些酒吧可以去逛看看。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下一部片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我这个春光满面，我脸很红润。那个是晒伤。哦，这是哦，对哈。一起。